会催缺吗？我们好像没太没在没没很用很多哎。你说散长眼吗？对啊，好我刚像有裁一点点回来啊，好像已经没有用这么多了，以你现前用比较在多。跟迷阳谈情说爱中，来哪里？怎么连你都不理我？哦，我终于看到那个纸片带着一头绵羊回来，你要不要逮你那个啊？太可怜了吧！逮你缰绳，你早该给我啊！逮你缰绳好不好？嗯，让你不要这么委屈。我下次要直接牵回来啊，受不了了！我先把它放在马天店哪！这边，马场这边。你自己的那个建材就是一窟挖完就是一连着另一窟，哎，就挖不完。一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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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进来，哦，进来就别走了，一窟一窟。进去，进好了去。好了好了，那个野性呼唤的金凯马去哪里了？不知道，我没有遇是到。野性呼唤，野性呼唤的。哎，不怎么行有啊，黄不金行靴啊！子？奇怪。这个还没有盖好，他们会跑啊！马你绵不羊已是经要，跑了，你不早是就要跟给你他讲野说会性呼跑唤了，你吗？还跟我讲说要让野性呼唤。没有啊，就还没盖好，没盖好了就不会跑啦。虽然知道你没有嘴巴，可是我还是说的是你在自打嘴巴。我从来不自打嘴巴的。真是很善变呢，都让别人找你的罪。哎，对呀、啊。再给我一个牵绳啊！没有啦，自己做。没有牵绳，牵绳怎么有做？我啦，我不会给你一做。根呐，好不好？要史莱姆球，问题是就是没有史莱姆我真球的超可怜的啊。不是啊，就之前在我你不旁是边弄啊。的时候，一次会弄出好几个缰绳嘛，结果后来发现什么都没了，奇怪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什么事？我不晓得啊，我做的、欸。我没有，我只后来需一要个缰绳史莱呀。姆球不是我带回来的吗？没有啊，后来弄的时候就弄一弄，然后我就放了一个啊，我就放了两个吧，在那边，然后结果后来发现一开箱子什么都没有了，发生什么事哎，情？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了。缰死绳，了，放走。缰绳这么哦哦，稀有。算了，放这里了。好了好了，哎，这边就又是散长眼，散长眼。把绵羊牵回来吧，这样应该跳不可出以去了，了。可以了啦。哎，这样这应观该众，跳不出你去看，了。那山上挖一挖，就挖到绿宝石，就这样可以子。把村民绑回来吗？不行，办不到。啊，你太绑得回贵来吗？嘞。好了，绵羊来了。那个，我可能对他喊一声 T 打，可能鸡就变大替的，替打等于多少钱？什么时候给多少？你真的我们这种时候就要什你么？很重视利益哦。这种时候就要讲替插或是插打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替打等于多干少嘛钱？讲全名啊？嗯，让你这样子讲。最近常接工伤哦。对啊，你接很多工伤哦。完了，我怎么还那么穷？他每次都给几十万的哦。对啊，替还打是？感觉一次会得很多钱呢。那为什么你们继续讲？因为你接啦，我们顺便嘛。不是免费的宣传啊！对啊，你都接了。天哪，花那个吧，散长眼挖不完的，都白白的，喂，这样子，满满的散长眼。满满的散长眼，很对好啊，啊，那是挖不到一颗暗三眼，什么意思？满满的，太好了，还是等一满下满干脆用的，散长眼盖算了。满满的，看我的小绵羊乖很多哎、欸，满满的，它已经不会跑了，他的野性已经被我凌被虐我。到没没有有了。没有，是我把它牵回来之后，你牵回来的时候它还很野，现在已经不野了，已经是没有野哦，性了。我已经把它玩累了啊。对，已经没有什么野性的呼唤了。什么叫玩累了？怎么回事？没看呢、哦，拉太长绳子还会断掉、哦，会这种啊，事你情第一次知道吗？等一下，你太到底烂是了啦，就跟你太说，烂的纸片啦！是新手呗。我你第一太次玩新冲了刺吧？神哦，你是刚出草的那个卫生纸哦？对啊。差不多，差不多啊！超新的，我刚被做出来啊！你是纸尿布吗？不是啊，我新归新，但是不是纸尿布啊！我还是个卫生纸，我还是有荣耀的啊！卫 生纸，那个擤鼻涕，擤鼻涕是高估你了。其实你是打什么？说打那打个打嘴炮打打喷打！嚏用的。哦，打喷嚏，原来如此啊！还好我有更多铁镐。金色的那一只不见了，管他的。不重要，他喜欢野性的呼唤，就给他野性的呼唤。早知道我刚就给他戏哦，对啊，哎，还可以把他试试带看回来。绵枪羊还皮炮。哦，绵羊还自己走出来，再走回去，有家的感觉，有好家的感野觉。性哦，什么情形？以想后去那哪个就去啦，哪。会在这边盖一扇门呐，现马在就不是盖出不好去吗？了啦。
我不要，我觉得不应该用这种门。哎，不应该用什么什么门呢、啊？不是要不应该用橡木啦，应该用白桦那个杉木才去做。现在的门会不一样。我的下一集大概就是什么都缺，然后出去各种踩了。哎，走走走，越挖越宽。我每一次捡上走上来的时候都会捡到鸡蛋，就是那一个，就是那个在走廊的鸡。我发现，在走廊的鸡比平常的鸡更容易捡到鸡蛋，因为我们常常在这边走，因为接地上有家的感觉，比较多蛋哦。在接地上有家的感觉，因为我们那个你说的养鸡场，我们很少会走到那边去拿鸡蛋，不会专程为了拿鸡蛋下去。不会，所以很少去拿到。可是你常常在外面工作啊，就偶尔去拿一下就好了。偶尔去拿，说的好像你天天吃鸡肉一样。感觉没有常常不会这么快啊。其实散藏盐真的很多哎、欸，多到不需要挖哎、欸。真好看啊！哦吼，还好闪开了，我把历史给去掉了，放回去。来来来，石头，这是石头，啊、石头跟平滑安山岩真的超像的。哎呦，一不小心就错看错了。换个材质包吧。我上来应该是要拿东西耶。我想一下，我要拿什么。你是不是忘记什么事情了？对，你是不是思考事情，然后都忘光光？我是要拿那个，唉，我不是我有要讲，你们一直叹气，我怎么讲？不是我有事没事挖就会挖到绿宝石啊！哦，别说啦，你要我说什么啦？就随便挖就是挖到绿宝石。很好啊，绿宝石有什么不好？问题是我没有找到村民。找到啊，我上一次不就找到了，只是懒得去而已。那你再找一次啊，那个太远了，我不想去。懒鬼哦，酸绳动不动就断掉呢。没有哎、欸，这里没有那个了，没有杉木了。你要在冬天冬季地，你到底有没有在种？要刚才种过那个养殖场。麻烦，14个树苗。哦呦，挖个绿宝石都有陷阱。咻，走了，下去了。哎、欸，杉木有啊，我记得啊。为什么秋风要是银杏啊？我不懂。你要吃隐性，你老了是不是？我没有忘记，是他们刚才在那边叹气。不要叹气好不好？笑脸囊卖叹气。上来，上来。情势所逼，不得不叹气。鬼羊羊，我们要快到家啦！啊，你比上一只还要乖啊！结果还没有到家、啊。他带了一只回来了，有了，有一只了。太难带了吧？这太难带。人家现在也很讨厌呢。现代羊羊怎么都这么难带啊？散藏羊被那个栗子挡住之后是四处奔呢、欸，四处乱奔，就是四处长，我不知道该挖哪一个才对。你回来了，带、回来了，进来后进来后，叫你听话不听话哦。散状形态分，有一个那个啦，有一个那个，那刚刚你带回来那一只，冲出去了，冲出去了，拜托我什么事情？它投奔自然了，可以杀吗？可以啊，哎不行啊，你好不容易带回来了。嗯、我准你走吗？观众，你想我做什么事情啊？哎、欸，我把门盖好就可以了啦，就让他们在里面自由的活动啊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哎、欸，门好了。我决定睡个觉、啊。你们家有没有床啊？没有。多惨啊！所以才要养羊啊！多惨啊！太惨了吧！训，羊不应该要养在这吧？这里都是木头地板，这里是得马的、欸哦。不然你要放在哪？羊先在外面走好不好？你就先让他在外面走啊！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好了，就喵一声而已啊。他会自己在外面走。可是你没给我绳子啊！啊，算了，我拿小麦啊。我就是没有要给你绳子。我不给我绳子，我把它牵到原本的马场那边就好了。我这上面有马场啊，过头不行。放一只，放一只。那你可以吃东西吗？哦，不然我砍一个，我把石头砍掉换泥土不就好了？换草不就好了？换草，是啊，这里不行啊，这里的草，即便是草也很难长过去、欸，哎，要连在一起才能长。各种，看能不能从正下方。别挖煤炭，正下方应该可以吧？好了，出去啦，出去啊，得我出去，出去，出去啊！这里不欢迎你，得我出去。这个坏呢，人家好不容易回来，出去，
关门。其实这只马很乖耶，不需要关门它也不会出去。关门放狗，这才是家里的马，有没有？你关门放马。嗯，你这么乖拿一个铁铠给他。你这么乖干嘛？你这么乖干嘛？给他一个铁铠啊！给他一个铁铠，去，纸片。啊，这边给他一个铁铠啊。对啊，我也知道铁矿，okay 哦、我也知道散长也很多啊，可是它就一直长出来，奇怪。那散长又什么？到底是基于什么理由长那么快？哇塞！散长岩家里真的很多，多到一整个爆炸。那问题是没有人用，没有用啊，所以不用挖啊。哦，看到也不用挖。你在养在楼梯上哦，他想要去你那个城堡啊？真的吗？我就挖那么久，啊、硬是挖到散长岩跟一些暗那个花岗岩，还有一些绿宝石，就是没有花岗岩要，花岗岩也要，叽叽。嗨，黄冈岩可以多挖一点呐、啊。那个安山岩够，好像目前够有。哦，这里有之前的安山岩哎、欸。哎呀，盖错了。还有些金矿。来，盖错了。来，不好看。来，来来，羊羊来。去，苦力怕走。哎呦，这里挖穿了。这个改成。木匠是真。哇，这羊直接从这边走上来哦，太酷了吧！我觉得这边之后盖吧，又没有了。嘟噜嘟噜嘟噜，来啦，给你，穷啊！黄金制马铠，他要的不是铁制马铠吗？黄金制马铠啊，我们失去了个黄金马，又多了一批黄金马，没有问题的。为什么不能有失去吗？没有啊，他只是投奔自然而已。差不多的意思啊。差不多意思。我是觉得意思差不多啊。他只是请假了而已。对啊，人家有野性的呼唤，你们讲的。他回家过年了。野性的呼唤。有鸡走回到家里面了。野性的呼唤。骑在这边休息吧。这里长了好多树哦，感觉好棒哦。之后会长更多。What？ 我的安山岩已经被快要被其他东西给取代了。等一下，马房的已经四周盖好了，剩屋顶了。我在这边看你们做了，休息一下。休息。一片懒懒地。喝个茶啊。我觉得下个礼拜要开始铺楼梯，哎呦是鸡蛋，铺楼梯，你要去铺哪里铺楼梯？铺哪里的楼梯？矿坑的楼梯，要不然一直走很烦。矿坑的楼梯，矿坑搞不好打掉变房间呢、欸。这样有羊哎、欸，既然有羊，那子燕在找什么？没有，那是刚刚走出来的吧？哦，这么一匹马，那另外一匹呢？那一匹马走去哪里了？哦，没有啊，就这家里的啊，另外一批去投奔自然啊。那回家过年了。对啊，回家过年，今天不是马年，今天是羊年。我们要让他投，我们应该养多一点羊才对啊。他一样可以出去走走啊，我们就让他去走走啊。你为什么要逼迫他一直待在家里？我没有。你为什么要逼他？当他想到外面走走的时候，我们就让他到外面走走。要看到安德了，想去打他。好了，哎、欸。十点了、啊，剩下的安山岩不够了，你想打不够盖啊！我觉得正面好了，不要好了，放起来。啊，我时间差不多啊，我先下线啊。差不多了，我们要收台了。收台了，收台了。我先回家，要不然我怕被苦力怕炸。怕下一次进来的时候被苦力怕炸吗？对啊。那个纸片还坐在马上面呢、欸。我这羊应该在这里耶、欸。我坐在这边看起来应该是不会被炸了、啊。你们要不要过来看？这只羊喜欢坐在这里啊，它走掉了。我不晓得、欸。而且刚有一只鸡，因为那个门没有关起来的关系，就进家里哦、喔。没关系啊，那个本来就是鸡舍的时候，我在改建鸡舍的时候，它自己爬上来的。很酷哎、欸，它就自己走上来、欸。啊，先上去。好啦，我也要到家里。我不喜欢在外面结束，我喜欢在家里结束。哎、欸。全身都是附魔装。那我们今天，今天就到这边结束喽。结束喽。嗯，纸片加油啊！拜拜，拜拜。干嘛叫我加油？比呀比。哎呦，我不习惯用那个 F5 了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下次再会哦，下礼拜二再会。大家新年快乐哦。啊，这只鸡就是刚走进来的、啊。新年快乐啊！
拜拜。